今晚有应酬晚回来吗？这么早回来了？喝多了不舒服啊？ 跟谁去吃饭了？啊，一帮以前做工程的朋友。男的女的？有男有女，怎么了？这衣服上怎么这么大香水味啊？我可从来不喷香水。你猜今天晚上实际上谁组的局？谁啊？我一进包间才知道，你们公司袁慧中。 他请你干什么呀？还不是招标的事儿吗？拐着弯的，请那几个朋友把我找上了。那千万别搭理他，他跟思雨姐要是竞争对手。就算没有李思雨，我也不敢招惹他。怎么？你们这位袁总的风格，我算是见识了，生往我身上扑。不要脸！还灌我酒呢。老李他们几个也是，可估计是拿了什么好处了，在旁边帮着起哄。我见势不妙，就先跑了。 我先洗澡了。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柳阳被吓坏了，昨天回了家都快心有戚戚。他也盯上这个表了。我现在知道了，原来他那些传言说他什么什么的都是真的。 一定是被我逼急了。放心吧，刘洋绝对不会再搭理他。芝芝，你还是得把刘洋看紧点儿，别到了最后再令姐妹我的订单黄了，就老浪费了。我跟刘洋啊，这些年虽然磕磕碰碰的，但这么多年感情不会有问题的。杨哥是可以洁身自好。 架不住别人生破啊！哎，小唐，什么事儿？我需要一套公司的产品宣传册、视频，还有企业文化那一套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帮你拿。 哎，你们袁姐不是从来不给客户送这种东西吗？别提了。 刘姐，你没事干啊？有这闲工夫管这种无聊的事儿？袁姐，我气不过。刘姐，你就当他妈妈没教他礼仪廉耻呗。你才没有廉耻呢！你说什么呢？你必须为你刚才的话给我道歉，休想！你道不道歉？放开我！你知道你自己做什么了？你个泼妇！你个泼！哎，你个不要脸的孙女，你干什么？ 李思雨，你竟然敢推我！你敢打杨姐！不行，你怎么可以？
不想干的，都给我回家去。